我们用这一堆来解一个全活成就。好了，第一关就跟着那个连击法印来转那个连击，然后要三连击就转三连击。转多了，好，没关系，这一回合我们再继续转。好，只是转三连击。好的，这里就不要笑到这个木柱的。好的，先吞并。好，再开这个，得无视那个固定连击。好的，这里就手转。这里也是手转，然后不要笑到木。超过七连击的话，就会无视这个无数。好，开这一只，好，不要笑到醒。我这里第一回合就先随便转。然后开这个。来挡死，再开挡死。
然后这里开这个一击去击晕他。这里应该就可以直接打了，不需要开冷兵器。转珠时间很长，所以可以慢慢转，没关系。22颗，这里20，不是21颗。好的，先看一下怎么转。这里5颗9 3 7。22，哦，原来是这样子，50 14 18 19 20 21 22，对，就是这样。而这里的话，先开这个一击，然后再开这一个。我再开这个，是消1种到2种珠子就好。啊，不是，消1种到2种属性。好，就这样子吧，2种属性。好的，非常轻松的通关。